直播翻锅，热油喷溅双手，严重伤势曝光。完场脱掉，脱掉，完场脱掉，上衣脱掉，脱掉，上衣脱掉。你累了吗？现在直播要18般武艺呀、啊！我跟你讲，改天要跳电子花车的啦。哎，结果还没上车，丢丢妹30号直播就先居居。她在示范料理时，不慎因为翻锅被烫伤。你看，很好，那很老哦！哦，烫伤了！现在啊，都烫到身体了。来，要的虾仁加油，来有来 ，OK， 很香。为了要完成烘蛋，结果碰到自己的身体。你们不加二对不起我，你我拢烫伤啊！你不加二，人家都对不起我，我只好可怜呢，我要啉一嘴压压惊。不惊，不惊，是你排来搞这片。因为我怕蛋毁掉，所以我翻锅。你看油溅到这里都是。你们等一下要用生命把它吃完，多一点好不好？因为这边真的很慢，肿起来。谢谢，完了，我们张爱朗动作给我怕加添没？不好意思哦，烫伤不行，我还是要把烘蛋做完。不好意思，啊、我坚持。阮选对的路，一定坚持到成功。你就躺下吧。要冲30分钟，真的吗？啊，那我不能继续卖了。我觉得这应该熟了，咸啊，我还是会咸啊。我也变那个丢丢烘蛋，我第一个看我吃过哪里抢第一，好像没有比较好哎。一样痛，冲水没有变好，一样痛。599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手太痛了。我跟你讲，先收掉，我觉得我要看一下医生。Expecto Patronum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